那去年9月我们做了一期无声咖啡室的专访，那期的节目叫假如你的世界是无声的。那我们采访了一群热爱咖啡的年轻的无声咖啡师，从那次采访之后，我感受到了他们身上传递的那种力量。那时隔半年，我听说星巴克在上海开了一家手语门店，那里面呢一部分咖啡师是聋人咖啡师，于是我约上了之前采访的无声咖啡师伟民一起带大家实地探访感受一下。那我现在呢就所处在那这家店的门前，那星巴克的这一家手语门店到底感受怎么样，我们走近看一下。那进入店里的一瞬间，我觉得这家店有着跟别的星巴克不同的气质。正门口就坐了一桌聋人客人，那他们用手语绘声绘色地跟对方交流着。那另外有一些客人看到我们的相机主动打招呼，那当时我真的是很惊讶。那我在国内很少见到有人看到相机主动打招呼的。那于是我装作聋人，一句话不说去吧台点了单。那然后吧台的小姐姐真的以为我是聋人，她说她会一点点手语。于是我体验了人生中第一次一句话不说的情况下点了两杯咖啡，那还挺顺利。当然可能归功于这家手语门店专门设计的菜单以及点单系统，可以很简单快速的用手指图片的方式来点单。那另外我点的热的美式比较烫，那于是呢我用手写板给咖啡师说能加两块冰块吗。那整个点单的体验会让你觉得没有任何的不便，那反倒整个过程会让大家觉得距离更近了。这个板真的就是写字沟通还是蛮快的，效率蛮高的。整个店的设计都体现了对聋人朋友的友好。那从门口的打手语板的星巴克的名字，那以及用心聆听爱的声音这句话，到进门后的提示这是一家安静的星巴克，让你感觉出来这个店不同的气质。那当天遇到了一位手语的翻译，那他告诉我说星巴克这家手语门店就像是一个小平台和小社区一样，那一下子把我们之前可能从来关注不到的聋人的交流方式展现在了大家的面前，那也让更多人了解到手语的文化，关注到聋人这个群体。微博说哇，这家店就是真的更有暖到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那我们国家的聋人据统计有2000多万，这是一个很庞大的群体。那他也希望呢社会有更多的企业了解到这个群体，帮助到聋人的手语得到更系统以及更专业的发展。广州的第一家星巴克开了之后，然后他们这里面就有很多的聋人，就是觉得哎，原来我是聋人，我也可以做咖啡师。就是这样的渠道一个平台向他们展开了，然后有像星巴克这样子的一个大公司那愿意去招募这些残障群体去做这个咖啡师，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然后对，包括他们的不知道您点单的一些设计有2种，一个是听人说话的时候它可以自动的一些语音带字幕的可以跳出来一些识别的字幕，对，另外一个它肯定会有一些规定的一些固定的短语，然后他们点进去了之后它会这个机器会有个声音发出来告诉一些听人。且聋人一般性的话我们叫做隐性的障碍，就是你在路上你看到他你不会觉得他是聋人，对对对对，因为他是看不出来的，他没有一些显性的特征。那每个地方的手语表达不一样，那另外呢有很多专业性质的手语也没有官方和统一的表达。那这是星巴克的全国第4家手语门店，那随着越来越多的聋人从事这个行业，那我想有关于咖啡餐饮服务管理性质的专业的手语一定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那手语可能以后会在更多的领域里得到应用和推广。那我也开玩笑地问他以后会不会流行一个学习手语的风潮，因为就连我现在也学会了一点点基本的手语。谢谢你关注这个群体。
那前段时间呢，我去参加了一个燕麦奶公司 Oatly 的年会，他们在2020年无声咖啡师的项目里培养了一批聋人咖啡师人才。那他们呢，向合作的咖啡品牌输送无声咖啡师去他们门店工作。那年会上，他们给自己的无声咖啡师项目颁发了公司内部最高荣誉的奖项。前几天，回形针也专门做了一期关于手语的科普视频，那让大众了解到手语背后的故事。那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人都关注到这个安静的群体。那我突然发现，那这个社会越来越多的企业承担起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那正是有这样的企业承担，才让我们生活的世界越来越美好和温暖。那感谢大家的观看，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希望能够点赞转发，我们下期见 ，Cheers。